宋大人，是你帮着我把这竹如海送上这不归之路的。对于他的死，你内心不觉得负疚吗？苏某自知负有重责，我一定会接受应有的责罚。接受责罚，就是嘴上说说而已嘛。想想你的老父亲吧，你父亲当年犹豫不食断肠草，误判了案件，使无辜百姓断送了性命。他怎么做的？他自觉断肠草，一命抵一命，这才是有血性的男人。而你呢？宋提醒，你可是远远不如你父宋老提醒啊！你不如他有血性，你不如他敢作敢为。刁光道，你敢如此侮辱我，死便怎样？你觉着我宋某是贪生怕死之徒吗？好，好，那你就学学你老父亲吧，让我也亲眼目睹一下这壮士的风采啊！你要是下不了决心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个叫金鸡破题。只需要那么稍稍的一点儿，就可以把你引向那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。好，我把它留在这儿。具体应该怎么办，你自己权衡吧。告辞了。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，错断冤案。致使竹如海含冤而死，犯下如此大错，我有什么颜面苟活于世？我父亲当年错断冤案，自毙其命，一共，你就让我用这金鸡破题，金鸡破，宋慈，你一世英名，怎么这个时候会犯糊涂啊你？这个案子审不清，那是坏人设下了圈套让你上当受骗，你已经被骗了一回了，难道还想再被骗一回吗？竹如海，
被刁光斗害死了。你现在再去死，你要死，你现在去死，你去死啊，你死啊，你现在就把他喝了，喝了他。刁光斗会削掉下巴，普天下所有的人都会骂你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喝呀，你喝呀。下人都会骂我傻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大人，是的。我和银姑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全是刁光斗搞的鬼。大人，大人，你这样稀里糊涂的去死，把案子放下，那冤的人就真的冤死了。而且刁光斗这样的坏人还会依旧逍遥法外，还会做更多坏事。大人，你这样死了，到了阴间你会后悔的。说得对，如果要死，我也不能现在去死，我要查清本案，替冤死者伸冤。圣上，左爱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启禀圣上，宋慈无能，在查验京郊遗失案中判断失误，铸成圣上，因宋提刑错断误判，将刑部官员竺如海定为死罪，致使他含冤受屈，撞墙而死。刑部已将此事诉至御史台，微臣不敢受理，特请圣上，圣上。宋慈对大宋忠心耿耿啊，这回是偶尔失手啊，请圣上酌情决断。圣上，宋慈的错断误判后果极其严重，无辜的官员因受到诬陷而愤然自杀，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传遍京城内外，街头巷尾人们是议论纷纷，还有很多官员说宋慈虽然有点微薄的功劳，他居功自傲，狂妄不已，为所欲为，臣以为必须严肃查处。圣上，至少也要革去他的提刑之职，请圣上明鉴。站起来回话。谢圣上。这事儿我听说了，审案断狱，人命关天之事，一旦失误，伤及无辜，事难挽回。宋慈任提刑官十多年来，查案验尸有如神助，审凶判罪无一过失，已属十分难得。京城内外，官员百姓交口称赞。我大宋朝廷就因为有这样一批忠良之臣，才保得我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啊。启禀圣上，罪臣有负圣恩，勘察失误，铸成大错，伤及无辜，
臣请受到最严厉的责罚，革去我提刑一职，以敬后人。哎呀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偶有过失，也在所难免。好了，朕恕你无罪，起来吧。圣上隆恩，臣诚惶诚恐，不敢应证。圣上真是爱惜人才，体恤臣下，英明，真是英明啊！圣上，就这样放过他，那只怕……办案要紧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啊！恕你无罪。哎呀，你瞧瞧你，圣上，如此抬爱素子，臣感激不尽。爱卿啊，听说你此次查案错综复杂，疑团重重，朕希望你轻装上任，尽心尽力，排除万难，给京城一个清平安逸的世道，你能行吗？启禀圣上，臣请命勘察此案，如不能查清案情，缉拿真凶，臣必自究其责，以死谢罪。将士何在？宋大人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案子没有查清，我能不来吗？哎呦，宋大人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可别再来了。您看看，小桃红这一死，我们锦衣班可倒大霉了。瞅瞅瞅瞅，这台底下有几个看戏的呀？就是来这儿的，也不是为看戏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指桑骂槐，叽叽喳喳的。您说，我们倒了八辈子大霉了。将士，你身为班主，小桃红无辜致死，你不想着替他伸冤，只想着自己的生意，这也太没心肝了吧。小桃红怎么死的，连您宋大人都查不出来，还连累了别人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好了，赵捕头，我问你，将士，那天公堂审案，我问你案发前两日的事情，你说小桃红在屋里睡觉，可是你亲眼所见？没有，我是听柳青说的，说小桃红回来了，躺在屋里起不来，还捉银子让柳青替他唱戏呢。那么案发前两日小桃红可在锦衣班呢？没有，城里有个开米行的朱老板说要给老泰山做寿，便请城里所有唱戏的，我们锦衣班就挑上小桃红了。5月19那天，他给了我50两银子，我就让小桃红去了。5月19日以后，你再也没有见过小桃红是吗？是啊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此事肯定是跟柳青有关系。柳青何在？他还没来呢。在什么地方？这会儿在他住处呗。即刻带我们去见柳青。我这一大堆事儿呢，你去不去？我去还不行吗？你凶什么呀？嗨嗨嗨，柳青住在这儿，他在不在呀？哪里还有他的影子呀？你看这房里都空空荡荡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还有，租我们家的房子还没给钱呢，真气死人了！哎。柳青走了，没有对你说什么吗？他说什么呀？他什么也没说呀。这事儿锦衣班可全完了。这个柳青可真是的，昨儿我还跟他说了半天，小桃红死了，以后可全靠他了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我说多排几出戏，多给他点银子，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出大名的。这该死的，也不说一声，跟贼似的走了。大人，你来看看。
柳青怎么会有这种银袋子？难道还会有人给他送银子？他匆匆离开，一定是害怕在公堂上做伪证，说了谎，大人会来追究，所以他逃之夭夭了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柳青，真是的，小大红刚死，就把人家绢花给拿来了。这件戏牌也是小桃红的呀，真是。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拿走。这些东西也就我们戏子还用得着，何必呢？走吧，我们去小桃红屋里看看。不拿就不拿。真聪明啊，他把那些有钱人当官的送他的东西全藏起来了。大人您不知道，小桃红可招人喜欢了，那些当官的都想纳他为妾呢。都是什么人想纳他为妾呢？不说了，我可不敢多说，我要是再多说呀，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杀身之祸？那这么说，有人以前说过这样的话？哎，这话我可没说啊。哎，大人，这些都是竹如海写给小桃红的，还有诗词。来，大雷兄弟真是晦气，喝这么点酒就醉了，掉进这护城河里，白白断送了性命。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？有，还有一个病在床上多年的老母亲。前面。下去，快点！你说什么？小桃红当日便离开了你家？是，大人请坐。是这么回事，那个小桃红啊，是我花了50两银子，请来为老泰山做寿唱2天戏，没成想啊，嘿，一张帖子，一顶轿子。就这么把人抬走了，哎，朱老板，哎，按说你可是个生意人呐，工于心机，精于算计，你怎么会连来人是谁问都不问，就让他们把人抬走了呢？哟，我说宋大人呐，那个拿帖子的人呐，一身装束是宫里的打扮，说话横着呢，那顶轿子呢也是宫里的，我不认识宫里的人，还不认识宫里的物件啊。人说了，让小桃红进宫唱几天戏，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啊？再说了，像小桃红这样的女戏子能进宫唱戏，那也是她的造化呀，或许还能多拿几个赏钱呢，是不？朱老板，哎，小桃红既已离开你家，为什么不向锦玉班告知一声呢？哎呦，那两天为老泰山做寿，忙得我是团团转。哪顾得上为一个戏子？惭愧，惭愧。朱老板，有几句话宋某必须跟你说一声。请讲。小桃红一案惊动京城，圣上龙颜大怒，责令我几日之内必须破案，凡涉案者一经查实，严惩不贷。朱老板，
你总该掂量得出这个案子的分量吧。宋大人，断不会怀疑到小的头上吧？你说呢？哎呦，我说宋大人呐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您是咱们这儿有名的青天大老爷，您可不能无端的把祸随硬栽到我头上。此案未了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宋大人，宋大人，宋大人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天呐，那轿子抬起来以后啊，他奔着西街走了。我还琢磨着，他要进宫的话得奔南街。莫非这西街住的还有什么宫里的人？会不会是？你是说，驸马府是在西街？哎，宋大人，这可是您说，我可没说驸马府啊。好一个狡猾的奸商！好吧，有事及时告知宋某。一定。宋大人慢走，把银子准备好，明天我一准把货给你们送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我们先回去吧。好，不耽误了，不耽误，先走了。您放心，慢走，几位爷慢走。哎。哎呦，这位爷。啊，老板，这位爷，您看您虽然是寻常人的打扮，可是一看您就是官府里做事的，是不是？老板真是好眼力啊，确实是在官场干过几年，不过现在呢是个生意人了，做点小生意。老板，这个官家人吃官家饭，还是官家人上路威风啊。所以我明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您是想租一顶四人大轿，然后罩上官家的轿衣，在大街上抖抖威风，吓唬吓唬老百姓，是不是？爷呀，我知道您要来，我都跟您准备好了。您瞧这轿衣，您说您要几品的？来，宫里的有没有啊？有，宫里的啊。我说，这位爷。咱这玩笑不开行吗？哎，宫里的轿衣我可不敢做，万一让人看穿了，不但封了我的轿行，还得坐大牢，犯不着。老板，我可听说前两天你把罩着宫里轿衣的轿子租给别人了，同是做生意，这样厚此薄彼说不过去吧？有这么回事吗？你诈我？有这么回事没有？有这么回事没有？哎呀，这位爷，他不。那人家的轿衣是人家自己带的，我租给人家那是光板轿子，你说人家愿照什么轿衣，我能管得着吗？哎，他自己带的轿衣啊？啊，谁这么大胆子？哎呦，大胆人多着呢，借着宫里的招牌抖自己的威风，这算啥事儿啊？那你肯定知道是什么人喽？那说说。不知道，爷。我啥话也没说，你看，我啥话也没说。老板，老板，做生意嘛，不能厚此薄彼呀，对不对？不，我说这位爷，咱们谈生意谈生意，别的免谈，免谈。好吧，好，告辞。好。大人，哎，宋提醒来验尸能验出什么名堂？哦呦，难道谁还有谁要劫张大力的财，谋他的命啊？哎呦，是啊，你看他一个穷脚夫，老母亲病在床上都没钱治，谁会动他的脑子？就是你说，可真是，瞧瞧，动他的脑子，动他脑子有什么用啊？有那点钱，早给他妈治病了，就是还留在身上让人劫他呀，这想不明白，这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想的？这位兄弟，你们平时跟张大力在一起，可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啊？知道，知道一些。他平时饮酒多不多？他呀，能喝一点，但从来不敢多喝，因为口袋里没什么钱呀。昨天不知道怎么喝高兴了，闯下这么大的祸。他家中还有何人？嗯，就一个老母亲，70多岁了，整天躺在床上。哎，儿子死了也不敢告诉他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哦，是大力回来了。哎，马吉儿啊，睡了个好觉啊，这头也不疼了，哎，腰也不酸了。大力呀，多亏你给妈买了这几副药，吃了好多了。老人家，是我。哦，不是大力呀。嗯，那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大力的朋友，来看看你。朋友，哎呦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大力只有几个脚夫朋友，很少有朋友来看他。这几天呢，常有朋友来。常有朋友吗？啊，前几天呢，来了一个，晚上还请大力去喝酒，喝醉了才回来。昨天呢，那个朋友又来了，哎呦，对他可好了，又送东西又给钱。哎呦，一个穷脚夫成了香饽饽了。老人家，那人昨天又请他喝酒了是吗？哦，哎，没有，那个人呐，来得晚，没说几句话呀，就让大力送他到郊外，什么，什么小镇，好几十里呢。后来大力跟我说，妈晚上不回来了，我想也是啊，你看几十里路呢，回来不得天亮了。白天呢还得干活，回来干啥呀？老人家，大力最近拿回来多少银子？哇，这回呀，我们大力呀，可是撞大运了。哎，他说遇到了一个有钱的老板，说他赶车赶得好，哎，而且呀，还赏了他十来两银子呢。我老太婆这下可得了好处，有银子买药吃喽。哎，这些年呐，大力呀，都叫我的病给拖累了，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儿。老人家，大力很孝顺的，这两天他得了银子，给您买了药，他的心情一定会很好。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？哎，这位姑娘，你可真是问着了。哎，我也奇怪呀，大力这回得了银子，还给我买了药，我的病也好多了，可是他反倒高兴不起来，晚上睡觉啊，躺在床上一声声的叹气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哎呦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着了。他没说什么吗？没，他什么也没说呀。我问了好几次了，他就是不肯讲。有一次啊，我逼急了，我说你不讲银子的来路，我就不吃这药了。他这才说了一句，说是我也是没办法呀，被逼的只好这么做了。唉，我想啊，他跟我可能是说谎，他可能啊是向人家借高利贷才有这钱的。这钱怎么能借呀？啊，他怎么还得起呀？唉，都是我这个该死的老太婆害的他呀。你们要真是他的朋友，你们就帮帮他吧。啊！
老人家，大力可能要出趟远门，帮人去做事，很长时间回不来。哦。哦。他让我呀，给您带些银子来，说是也能过一段日子。这是他给的？嗯，是大力给您的。哎，这位大爷，您大人，我帮老人把药熬好了再回去行吗？嗯，哎，妹子，一看您啊，就是刚来此地吧？啊，哎，住我的小店吧，我那小店便宜又干净。哎，坐坐，来看看。哎，走，来，哎，哦，哎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来来来，这边啊，来，请请。啊，哎哎，就在这儿啊，就在这儿。哦哦。哎，啊，请。包。啊，你先在这儿歇会儿啊。你干嘛啊你？就是没长眼睛啊你！算了算了算了。宋大人，在下想跟你谈谈有关案子的事。半个时辰后，请宋大人到福来茶馆，请一定来。宋大人，请。姚谦，你叫我来，有何指教吗？有关小桃红的案子，我那儿有些可用的东西，不知道宋大人是否有兴趣看一看？那。你所指之物，一定是跟竹如海有关系了。啊，这个嘛，我与竹如海系同门进士，又同租一个门院。前些日子，他与小桃红频繁交往，关系暧昧。我对他早已有所猜疑，曾问其动机，竹如海他言辞含糊，不置可否。有一天。因小桃红突然失踪，他心绪大乱，不吃不喝，闭门不出。而后公堂审案，他被关进大牢，随后自杀于狱中。所以，我敢肯定他与小桃红一案有密切的关系。果然在其房中找到一些东西，暗藏于几室之中。姚公子真是个有心之人呐！啊，我以为这些东西对宋大人查获此案有用。果真那样，我自然是要谢谢你喽。啊，在下若能效助宋大人一臂之力，感到十分荣幸。若能因此获取一点功德，也是万幸之事啊。我听说圣上对此案十分关切，对宋大人也是格外的器重。若能因此获得提升，像宋大人一样做个提刑官，干出些名堂，在下真是感激不尽呐。姚公子，你既对竹如海所做之事有所猜测，而且有所知晓。为什么早不向宋某告知一二？这公堂审讯，竹如海涉嫌其中，你本也可以挺身而出，和盘托出真相，或许竹如海还不至于落得这个下场。这事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能走到那一步，其实也不必那样。
哎，宋大人，这楚如海自杀跟我可没一点关系啊，谁知道他那个性子会那么暴力啊？不必说了，东西可曾带来？啊，我怕出意外，未带在身边，请宋大人晚上到在下住处去一趟，如何？好吧，我会来的。贪别人之功，反被人算计。竟然劳你大驾来看我一趟，我不来看你，谁来看你啊？公主，不知公主驾到，宋慈有公务缠身来迟，请公主多多包涵。我是来专程看玉珍的，坐吧。谢公主。你呀，只知整日在外面审案查案的，根本就顾不了家。刚才玉珍还跟我说呢，若她以后生了儿子，也像你一样当个提刑官。也是顾不了家呢，是吗？如果宋家世代都能够成为提刑，为大宋社稷图个安宁，为百姓谋个安康，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啊？啊！宋提刑，你只知整日在外面忙碌，得些空闲也要想着家中之人，想着玉珍啊。玉珍与你成亲十多年，这般年纪才怀上孩子，多难啊！你们男人呐，都是这样。只知整日在外面忙碌，有多少时候会想到家中之人呢？啊，公主说的哪里的话呀？驸马对你一向都是很好的，这我可是知道的。除了陪你散心以外，还总是想方设法的给你买许多贵重的礼物送给你，不就是想让你开心吗？是啊，是啊。这倒也是。说起来，今天来看你，亏得他提醒我一句，不然我还不知道你有喜事呢。是吗，公主？那看来还是驸马爷心细呀。公主深夜前来看望玉珍，宋慈不胜感激。稍时公主回府，如果驸马爷不便来接，那我派车送公主便是。以往梅子林是会来接我的，今天恐怕未必了。父皇派他去做一个管粮草的闲差。平时没什么事儿，只是这几天事情倒是多了起来。马场啊，粮仓啊，两头跑，有时候连晚上都赶不回来呢。是吗？我前两天还碰见驸马爷，他还说闲着无事可做呢。哎，公主，驸马爷这两天得了一匹好马，您可知道啊？刀啊马都是你们男爷们玩的东西，我才懒得关心呢。驸马府很多良马，谁知道哪匹是驸马爷新得的好马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公主，我今天得了块玉，请公主给看看，您可认识这块玉的价值？这玉，这像是我丢的那块玉，怎么在宋大人手中？公主，这是我提刑司近日抓了一个惯窃，从他那里得来的。这块玉是公主的饰品。是啊，还是我小时候过生日，父皇送我的礼物呢。后来被驸马爷讨去，系在腰间，
前些时候他告诉我说，夜里看戏的时候挤来挤去的，不知道是挤断了绳索还是被人偷走了。这倒好了，到了你这儿，那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？当然当然，不过公主，恳求公主等我把此案审理完了以后再归还公主。没关系，只要这东西在，迟几天不妨碍的。好，谢公主。公主，关于这块玉，请您先不要告诉驸马爷。也好，我得了此玉以后再给他一个惊喜。